大家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移动云基于 APISIX 做云原生网关的一些实践经验。那本次议题的话，我们大概分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介绍我们的产品，我们是一个移动云上面的 CNP 这样一个产品。然后第二个，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五个真实的客户案例。那这五个真实客户案例都是我们就是来自于客户真实需求，但是开源的 APISIX 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我们帮客户做了一些定制化的一些东西，但是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第三个是介绍我们内部自研的一个 Ingress Controller。第四部分是 APISIX 的优化。那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那个移动云的这么一个产品，叫云原生技术平台。它是一个以面向多云场景的一个应用管理平台，它是以应用为核心，覆盖了你应用的调度 CRCD， 还有整个交付周期，包括可观测性、网关、服务治理这么一个应用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平台。那我们的 APISIX 是作为我们云原生网关的一个底座。那这里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 APISIX 呢？当时我们做那个云原生网关调研的时候，我们希望它有这以下几个特性。第一个，它必须是稳定的，就是说因为网关作为你整个公司产品的一个所有流量的入口，如果一旦它出现问题，那对于整个公司的一个损坏是非常大的，影响也非常的恶劣。那第二个，它就是说必须是性能优越的，因为我们的客户有一些他们的流量非常大，每天都达到万亿级别的这么一个流量，高峰期的话 QPS 最高峰可以达到百万级别，所以它的性能必须优越。第三个就是它必须是云原生网关，因为我们的整个产品都是云原生为基础的。第四个就是它必须扩展能力强，因为我们客户比较多，肯定有很多客户提出一些特殊的 case， 那我们做一些改造。那当时我们调研了市面上的几款网关产品，那你仔细去观察的话，其实主要有两点，有两个分类。第一类是以 OpenRESTy 为底座的，包括 APISIX 空之类的，还有一类是以 Invory 为底座的一些网关产品，当然这上面没有列，包括阿里的 Highgress 或者开源的 Ingress Gateway 等等。那所以我们的选择首先就是聚焦在到底是 OpenRESTy 还是 Invory。 那我们根据我们当时调研的一些客户场景，就是我们90%的当时还不是正式客户，就预客户，他们的网关其实都是以 NGX 为入口的。那我们要帮助这一部分客户呢往我们移动云上面迁移，首先要保障这一部分客户顺利迁移。当然实际上如果你用 NGX 只是做一些单纯转发的话，那可能不用太多考虑，但是我们有一些客户他们在 NGX 里面做了一些特殊的自己的一些个性化的配置，那如果我们选择 Invory 的话，那就需要针对这些客户的 case， 就是针对这些客户做 case by case 的一个往 Invory 的一个迁移。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其实跟客户沟通的时候发现他们有一些配置他们也不知道这段配置的具体含义，就是说因为他们可能我们跟运维去沟通，那能运维他们的答复就是说这段代码是研发浪加的，但是对应的研发可能已经离职了。那么我们为了保障客户快速的迁移到我们移动云，所以我们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首先把目标制定的是以 OpenRESTy 为底座的，这样可以方便快速客户做一个无缝的一个迁移。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具体聚焦在 APISIX 和空的这么一个选型上面。那当时对比下来就是说 APISIX 对比空的话，它有一个更高效的一个路由匹配算法。 APISIX 的路由匹配算法是 O1， 当然更具体一点应该是 OK， 就是它是用了一个类似于前缀数的这么一个数据结构，而空是一个 ON。然后接下来第二点就是 APISIX 它当时提供的观测能力其实是比空要强。还有一点就是当时空是 1.0 版本，它的一个数据库是用 PG 做的，那它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节点的更新的话它有一个5秒的一个延迟，就是说它的 NGX Worker 它是5秒钟轮询一下你的数据库，有节点更新了它可能就是5秒之后才会去更新你的上游节点。当然后来空 2.0 解决了这个问题，而 APISIX 当时它是直接以 ETCD 为数据库，它利用了 ETCD 的 watch 的能力，那这样可以实现实时的一个更新。那基于这些原因我们选择了 APISIX。 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五个我们真实客户的一些案例。第一个客户是我们一个山东的客户，他希望我们的请求经过 APISIX 之后判断它的来源 IP 是不是属于
山东的，如果属于山东的话，那就允许；非山东的就会拒绝掉。那如果你待过政企行业的话，可能就会了解，其实政企行业对于安全这方面要求非常严格，尤其是每年有比较多的那个护网行动。但在这个期间，其实公司内部他们是没办法用代理去访问一些谷歌这种国外的网站，因为这种安全要求非常高。那这个客户找到我们，就是说对于 APISIX 请求进行属地判断。那我们知道 APISIX 它有一个 IP restriction 的一个判断，但是它这个 APISIX 默认它只支持黑白名单的一个配置，就是说你写一段配置写了黑名单和白名单，在这个范围内的允许或者阻止，但是这个客户要求是判断属地，那所以我们只能对 APISIX 的这个插件做一些改造。那首先你要判断 IP 的话，那需要你有一个 IP 地址库，当然如果你要 你的这种 IP 地址库大而全的话，你一般都是要花钱买一些第三方的一些服务的，所以这种改造的话，就是说你需要对 APISIX 做一个外部的一个认证。那得益于 APISIX 它代码本身的一个它的架构其实比较非常的合理，我们做这一段改造的话，只要在它原来的这个插件基础上添加一小段代码，就是发一个 HTTP 的外部调用，把 IP 作为 URL 的参数传给外部，那个外部的授权服务返回是不是合理的，或者说判断像针对这个需求，它就判断是不是山东的，返回200就允许，返回非200就直接 block 掉，所以使用起来也非常简单，直接在配置上面加这么一小段。那第二个客户案例是一个 MOD 自定义 APISIX 的 upstream 转发策略的一个场景。那这个客户的场景就是说，用户会上传四张图片，它的后端服务其实是一个 GPU 的服务器，那与传统的 CPU 的服务不一样的是，就 GPU 它一次性只能处理一件事情，那它在处理的时候如果来了其他的请求的话，它其实是没有办法继续处理的，它只能是一个等待的状态。那客户的需求就是说，他一次性上传四张照片，他希望我们把这四个请求均匀的落到这四个 GPU 服务器上面。但是熟悉 APISIX 的朋友都知道， APISIX 内置的转发策略有这么几个，都没有办法满足他的需求。虽然 round robin 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满足，就是会均匀的让请求进行一个分布，但是由于 APISIX 的节点它有多个，并且它的请求其实 APISIX 前面一般会配一个四层的这么一个 LB， 那所以请求到 APISIX 之后节点，它其实并不是一台固定的节点，它可能会调四个请求在这个 APISIX 里面，就是四个节点，然后每一个节点的默认 round robin 它有可能把请求都转发到第一台 GPU server 上面。那如果一个请求的话，它可能耗时是5秒，那运气不好的话，你调度到四个都调度到一个上面，那整个请求耗时就20秒。所以我们需要开发一个自定义的一个转发规则，我们内部叫 MOD 的一个转发，它的一个场景就是根据客户传的 HTTP 请求里面某一个 head， 比如这个例子里面它叫插云 count 这么一个 head， 它是一个数字，然后我们对这个数字对上游节点的数量进行取模，比如说有四个节点，如果你的 header 是0的话，对四取模就是0，那就转发到 server 1上面，如果是3的话，对四取模就是3，那就转发到第四个节点上面，这样可以保证这个请求指定到这个 GPU 服务器上面。那其实针对这个客户案例来说，其实这个方案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因为如果你一个客户的四张图片我可以保证传到这四张图片上面，那如果两个客户呢，他其实又是要排队的。其实企业里面通常来说比较合理的解决方案是 APISIX 经过 APISIX 之后，把请求放到一个 MQ 里面，然后 GPU 服务器主动的去 MQ 队列里面主动消费，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场景。但这个客户当时找到我们呢，他比较着急，因为他们当时测试的时候没测出这个问题，因为测试的时候只有一个 GPU 服务器，当时他们上线了之后需要找到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尽快帮他们解决。对，所以客户来不及做这样一个改造。当然后续我们帮客户上了这个案例之后，
我们其他的一个客户，就是说一个它是一个边缘的一个客户，它的服务是布在边缘场景里面的，就不是 云中心里面的，它可能是一个厂里面的一些服务。它的案例就是说，它希望它有两台 CPU 的服务，它就希望它的请求是指定的要哪一台就哪一台，这样其实用这个插件也好好的帮客户完成了需求。那第三个是一个案例，是一个集中式的一个身份认证，这是一个很多我们很多客户都遇到一个问题，也都会用到的一个方案。那传统方案就是说，你的服务里面公司多个服务，它要做授权的话，它需要内部自己去写一些授权的代码。当你的服务变多了之后，那可能很多公司都会有一内置的公司都会提供一个专门做这种授权管理模块的一个小团队。那这样的话，它就不需要每一个服务去写这样一些授权的逻辑，但是它需要就是说每一个 service 去跟你的 OS 这么一个模块去对接。它可能很多好的一些公司团队，它的 OS 它可能提供对应各种语言的 SDK 来帮你去跟它对接，这样其实服务本身所需要的做的事情相比原来减少了很多。但是有了 APISIX 之后，我们发现请求因为直接经过了 APISIX， 直接由我们 APISIX 去跟这个授权模块去对接，这样用户场景起来对于服务来说，它完全不需要做任何的一个代码改造，它使用的时候只需要在它的 ingress 或者 APISIX 里面加上这么一小段配置。如果他对需要对 API 进行一个授权管理，只要加这么一段配置，这样 APISIX 帮他完成了一个授权的一个全过程。那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客户，他给我们的一个用了这个，我们帮他做了，当然这个授权模块对接其实是服务内部的他们公司内部的一个模块。那个公司客户用了这个场景之后，他们给了我们一个数据，就是他们原来内部一个服务从开始对接他们的权限系统到这个服务上线，平均下来一个服务要两周的一个时间。那后来用了我们 APISIX 之后，因为直接就是一段配置嘛，那就是说最终只要三天，那对于企业内部它的那个效率是研发效率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那第四个案例就是一个精细化的一个限流场景，那它的需求就是针对某个渠道的部分接口进行不同的限流配置。那这个渠道其实简单理解为 HTTP header 里面的一个固定值，比如 X 云 ID 这个 header 等于1代表山东渠道。那这个客户的案例就是针对山东渠道访问 API 1限流 100kbps， 还是同一个渠道访问 API 2限流 200kbps，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限流场景。但是在 APISIX 里面，虽然它提供了丰富的限流配置，比如说 APISIX 提供这个 limited count， 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配置，就是 API 1它的配置是每秒 100kbps， 对这个 HTTP 插云 ID 做这样一个限制， API 2的话用不同的配置。但是这个带来的一个问题，它是对所有的渠道，就是所有的服务，所有的这种含有插云 ID 都做了。比如说你想对插云 ID 是山东的，你确实满足客户的需求，但是同时它也对山西、广州、江苏也做了一个配置。但是这个客户他其实只希望山东做限流，其他渠道不限流。那熟悉 APISIX 的朋友可能会了解，它还有内部有一个 consumer 的这么一个概念。如果用 consumer 的话呢，它是可以做到仅针对一个渠道进行配置。比如说这个 API 1我们绑定了一个山东的这么一个 consumer， 这个 consumer 给它的限制是每秒 100kbps。 但是这样又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 consumer 只能绑定一个配置，我想对山东渠道在 API 2的时候做一个200的 kbps 又做不到了这么一个方式。所以 APISIX 内置的插件满足不了这个我们的需求。那其实这个需求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比较具有通用或者是普遍性的一个需求，社区里面也有很多人提出了这种需求。当时社区里面有人就是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写一个自定义的一个插件，这个插件就是针对 consumer 做不同的配置。但是你会发现这里应该还是 consumer A， 但是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场景下它是
你需要做一个特殊的一个配置。那如果我不是现有插件，我是前面的 IP restriction， 或者是我其他的插件想要针对同一个 consumer 来做不同的配置的话，那你需要发现你要把 APISIX 提供的所有插件全部用这种方式进行一个重新改写。当然社区也没有把这个方案合进去，就 APISIX 官方社区。然后 这个问题其实在 APISIX 官方一直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因为我们其实有很多个客户遇到这么一种问题嘛，那我们内部其实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首先我们分析这个问题的本质其实是你 consumer 路由跟插件的一个整合。 APISIX 提供了路由跟插件或者是 consumer 插件，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路由 consumer 插件的一个结合，但是它官方没有。那我们内部引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概念，叫 APISIX group 的这么一个概念。它是一个 consumer， 一个 group 就是一个 consumer 加一个 plugin 的一个组合。原先的请求的话，经过 consumer， 经过 root， 经过 service 这么一条路径。但是现在有了这么一个我们引入的这个概念之后，请求是先经过 consumer 的插件，还是会执行 consumer 的插件。consumer 插件执行完之后，是判断这个 consumer 如果有存在它存在属于一个组，那么会去执行它这个组的这么一个插件。这样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就带来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通过一个 group， 我们对同一个渠道或者是同一个 consumer 进行两种不同的配置，生成两个不同的 group。接下来我们呢，只需要把我们的路由绑定到不同的 group 上面，这样就完成了一个整合的，最终实现客户的一个需求。时间关系我快一点，接下来就是一个客户的一个全链路灰度的一个案例。那这个一个路，通常情况下每个公司它都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基线环境，或者说就是简单就理解为你们的生产环境。那我们这个是在当我们客户要做压测或者做服务发布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再拉出一条服务的链路出来。比如说做灰度的时候，我们希望做切流 10% 到一个新版本上面。当然说这个客户的需求就是切流 10% 到一个新版本。当然 APISIX 内置了很多这种切流场景，它内置了一个 traffic split 这么一个插件，它可以基于一个指定的 header， 只要你的 HTTP 请求里面 header 是一个匹配的值，它就会到对应的版本里面。那基于百分比它也支持，但是现在问题是 APISIX 它的一个切流是一个无状态的一个切流。那带来一个问题，你一个手机打开，如果你的服务是一个前端应用的话，你的请求你手机比如刷的时候，第一次它可能调入到灰度上面，那再刷它就可能调入到一个非灰度的一个场景上面，所以这是一个无状态的一个切流。那我们其实客户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是一个有状态的切流，就是记录用户是否处于灰度，就是如果他灰度了，那么他后面一直是在一个灰度的一个版本里面。第二个就是切流比例增长的时候要覆盖之前的用户，比如你一开始切流 10%， 当你切流到 20% 的时候，你还是要能够把之前的 10% 的用户覆盖住。那这个呢，其实是 APISIX 内置的那个分切流插件其实是没有办法满足的。这里我们其实通过一个巧妙的一个方式，我们根据客户的这个请求头，它是一个插云 ID 这么一个 header， 它其实是一段随机的数字，或者说它其实最后两位是一个数字。那我们通过一个正则表达式去匹配这个 header 的最后两位，如果是00的话，00到09就是 10%， 这样 35% 就00到34，这样既保证了它是一个有状态的，又保证切流增长的时候覆盖住了它的一个之前切流的一个场景。那这五个案例的话，其实都是我们真实客户的案例，都是具有一定通用性。那其实通过这几个案例来说，我们从现在这个时间点去看，因为我们的产品上线两年了，也有几百个客户，我们会发现其实 APISIX 相对来说是一个在我们从现在评价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选择，它满足了绝大部分的场景，并且改造起来也相对来说比较方便。那接下来就给大家
介绍第三部分，就是我们内部一个自研的一个 ingress controller。 那其实熟悉 APISIX 的都知道 APISIX 有自己的 APISIX ingress controller， 那为什么我们还是要自研呢？主要有几个原因。 APISIX 官方的 ingress controller 的话，它其实对 ingress 支持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们的商业客户里面其实超过 80% 都是用的 ingress APISIX ingress controller， 它对 APISIX root 支持的比较完善，Ingress 支持不完善。很多客户需求，比如说他是从开源的 NGX 的 Ingress Controller 迁移过来，比如说开源的 NGX Ingress Controller 它提供了很多 Annotation 的注解，在 APISIX Ingress Controller 里面没有支持，那这部分客户他迁移到我们产品之后，他需要被支持。还有一部分就是 APISIX 包括一些APISIX Ingress Controller 对于什么 External Service 完全就不支持之类的，那我们的商业客户也要支持。那第二个就是 bug 修复，就是第二部分的话，就是说比如 APISIX Ingress Controller 也存在一些 bug， 比如说你的后台你的 Service Ingress 做了一些变更的时候，其实 APISIX Ingress 并没有正确的做到一个识别。那其实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有很多那个需求或者 fix 都已经合到 APISIX 的官方了，但是第三点我们刚刚其实从前面五个案例中也看得到，它有很多的那个插件是我们帮我们内部客户自己定义的，那这部分插件其实是没有办法合到官方的。然后第四点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的客户当中 90% 其实使用 APISIX 都是作为 KBS 的 ingress controller， 那这一部分而他们对于这个 ingress 管理是纯 YAML 的一个形态管理，并没有用到任何的 dashboard 或者外部的一些管理平台。那这个带来其实一个问题，我们很多客户从 APISIX 架构来说， APISIX 的架构是用 APISIX 本身用的数据是 etcd， 但是 ingress 作为 ingress controller 它的数据来源又是 Kubernetes， 这样两者会造成一定的不一致。比如说 APISIX Ingress Controller 因为一些问题导致你的数据没有更新到 etcd 里面，这样其实两者会存在一些冲突。所以我们内部很早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无 etcd 的一个版本，就是让 APISIX 直接不监听 etcd， 监听我们的 Ingress Controller， 就是我们直接在我们 Ingress Controller 上面实现 API 实现 etcd 的一个接口，这样就是说可以去掉 etcd。 当然这个版本我们其实是去年搞出来之后，官方去年下半年官方也推出了这么一个版本，当然价格跟我们比较类似。然后之所以我们自研的话，是因为我们内部就是跟开源的就是说有较多的一些 自己的逻辑在里面。早期我们其实是官方每升级一个版本，我们把我们内部的版本代码在基于官方的版本里面再合进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来说内部效率比较低，所以我们内部做了一个自己的维护了一个自己的 ingress controller。 那最后一部分就是我们对 APISIX 本身的一个优化。第一点就是一个 bug 修复，就是说我举一个例子，可能有部分同事用过的话也会遇到，就是说 APISIX 它去连接 etcd 的时候，当你的 etcd 的那个 key在做数据压缩的时候，这个时候 APISIX 它会报错，因为它并没有处理这么一个错误。因为本身 APISIX 连 etcd 的那个 Lua 的那个客户端其实写的不是很健壮，那我们最早我们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商业客户发现了这个问题，那我们就提出来，然后我们也把这个 bug 反馈到社区，也很快的合并到官方了。然后第二个就是 etcd 数量连接的一个性能问题，就是说APISIX 从 2.0 到 3.0 的一个版本其实已经做了这个 etcd 连接的一个优化。那最当前版本的话，它依然是一个 NGX worker， 它依然会去大概在监听 etcd 的话大概有不到10个的一个连接。那我们就按10个算的话，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客户，他有300个 APISIX 实例，他就是他因为他们的那个流量达到百万并发的，所以它差不多有80个那个 NGX 的 worker， 那一个 worker 10个，那它连 etcd 就会造成有800个。当然800个实际测下来呢依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其实这个时候 etcd 已经有一定的一个性能瓶颈。那最终我们的那个优化就是让一台机器，比如说你一台机器有80个 NGX worker， 就80核，
80个虚核，那我们其中只拿一个去做 APISIX 的连，做 ETCD 的连接，另外79核都连接本地的，本地的那只连接本地的那个连接 ETC 的那个 worker， 这样其实数量就是说从原来的八十就是800个减轻到就是10个那样子。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商业客户，他有很多就是对我们提出了一个需求，他因为知道 APISIX 的性能很高，如果他用其他的框架去写的话，他可能需要更多的机器，但是呢因为他们对接他们内部的系统，而那些内部系统都没有提供 Lua 的那个 SDK 或者是一些对 Lua 的一些协议提供一些内部特性协议的一些支持，所以他希望我有一些就是能够跟其他编程语言结合。那 APISIX 官方提出了两种方式，一种是 Wasm， 第二种是 Runner。 那 Wasm 的话其实就是说客户试了之后很快就放弃了，第一个是 Wasm 的那个 NGX Runtime 暴露的接口比较少，并且 Wasm 是一个单线程的模式，如果你的 Wasm 里面是阻塞的话，会导致你的那个 NGX 是一个阻塞的一个状态。第二个就是 Runner 方式，它是通过 APISIX 发那个走 Unix Domain Socket 走发给本机的另外一个进程，但是这种方式性能损耗比较大，达到了50%。那我们为我们商业客户定制了一个方案，就是说走我们的 NGX， 当请求我们 NGX 收到这样一个请求之后，它 把它放到一个 Queen 里面队列里面。我们的其他三方语言你可以是 Java、 Python、 Go 的这种方式，然后我们的去这些三方语言的去连主动连接这个 Queen， 从这个轮询这个 Queen 里面有请求的话就会进行一个处理。那这里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不是直接 NGX 直接把请求发给我们的三方的第三方编程语言？这是因为不是所有的第三方编程语言都提供了对 C 的 FFI 调用，但是所有编程语言都可以提供 C 的 FFI 调用，就是通过 FFI 调用 C， 所以就是这种主动轮询的一个方式变成主动轮询方式。那重点其实就是说当请求进入了我们第三方自带的一个编程语言，它可以比如说 Go 的，它可以走内部的 GMP 调度它自己的内部的一个模块，哪怕它是阻塞的，因为 Go 的 Go Routine 也是这个协程遇到 IO 的时候也是会切换的，这样当内部处理完这个请求之后，把请求返回给我们的那个 NGX。 这里其实返回方法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也是像这种方法，把这个请求返回到这个 Queen 里面， NGX 切开一个线程去轮询这个 Queen， 然后去做处理。但是实际上你如果了解 NGX 的回调机制的话，你会知道它其实当收到回调请求的时候，它会走 Event FD 给 Main Thread 发一个信号，这样当你知道这种信号，其实你完全可以绕过那个我刚刚说的 Queen 的方式，通过对给 NGX 做一定的 Hack， 然后把请求可以直接返回到我们的 Coroutine 里面，这样请求就可以直接出去，整个性能的话相比原生的话大概只有 10% 到 20% 的一个性能损耗，而 Unix Domain Socket 的话大概有 50%。 好，我的结束，谢谢大家。